另外一种酒店，那种最好不要去，就是那种比较色情的，有一点那种，你知道。谁说你的名字很难念？我说我的名字很难念。这不是这个，这种是另外一种形态的酒店。对，既然你不知道，我就干脆跟你讲，他刚刚做的行为叫做秀舞。哦，就是有酒店有秀。秀舞就比如说时间一到啊，他就哎来灯光暗一点哦，灯光暗，来秀，来烂了。是每一个就一对一就开始了，对对对，这是另外一种酒店，对，那跟那种香港有个大富豪酒店那种不一样，那种是夜总会形态，对对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便服店，对对对对对，像新加坡也有酒店啊，对，哦，新加坡酒店多大间啊，你去惊到，好大，那还有好大舞台，有人在表演的，好像有点像好莱坞那种感觉。小康聊到酒店开心的，我跟你讲，全部才有各种形态都出来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因为酒店它会比一般的，比如说 lounge bar 多更多酒吗？这不关酒的问题，是气氛。因为比如说，比方说我们三个，好，比如这两个大老板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，我今天请喝酒，一去 lounge bar 也没人招待你，然后三个干在那边，有服务生呢。服务生长得那什么鬼样子啊？不是 ，lounge bar 服务生东西拿了，就是你跟你的他自己来的，我们中间没有润滑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比如说一去很尴尬，出来啊，小姐先来啊，你跟小姐谈很高兴就啊，那孙哥啊，那我们那个生意是不是？对啊，来喝一下，哎，这家气氛不错，我常来吗？礼物都算我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那个生意。OK 咯 ，OK 咯，懂没？可是有人帮你倒酒啊？对啊，旁边小姐会坐你旁边吗？会坐，坐，会。对，那小姐替我谈生意。对啊，那没关系啊。小康，我们两个谈生意。嗯。所以你是从门口进来的小姐啊？哎，孙总，哎，孙总你好，孙总。先讲，哎，这个店不错哦。嗯啊。哎，娜娜来了，娜娜来，娜娜来，孙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这不会演。那怎么演？孙董啊，孙董你好，孙董不是都是说啊，孙董，都是叫你啊，进来，哎，娜娜来了，哎，来坐，孙董你好，哎，你好你好，我叫娜娜，名片这样，漂亮，名片不错不错，来来坐孙董旁边，敬酒啊，快倒酒倒酒，哎，孙董敬你，对对，哎，小康这店常来，哎，常来常来，这红牌，哎，这样子，来一个吹牛啊，快点，玩吹牛。不是吹牛这个游戏啊，不是胡乱哦。啊，还要叫他小姐来玩游戏啊？要吹牛，要划中游啊。小姐好累哦。那不然哪那么容易？你和谁去逛街？还换了新球鞋。明明鬼鬼祟祟，说我疑神疑鬼。他给你不是美甲，就是手机没电。是走麦田送我玫瑰，破绽更加明显。看你涨红了脸，为你下下台阶。不但不说感谢，要我装没看见。看着我的双眼，跟我说一遍，你爱我没有改变，不过一时妥协。哇！来，副管拿一首。整个嘻哈。很厉害，你看跳完他都不会喘。不过他刚刚有一招，有一个动作我也会。真的假的？是吗？我都不爱手。他有一个是挺出去要降啊，有没有？我跟阿亮跳过嘛。哦。这个。你未来呢？他的表情要那样。对对对，帅一点来。啊，帅一点。我跳过嘛，好，对对，好像很厉害吧？好棒啊！奇怪，没人找你出唱片啊？对啊，我也可以成为动感歌手。